你好，欢迎光临，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我想对我闺女买点衣服，身高跟你差不多，哎，那件不错。穿的这么破，这点衣服你买得起吗？这件衣服很贵的。你女儿也配跟我穿一样的？那家太成熟了，还是这件仙女裙适合你女儿的年龄。要不我试试您看看。好好好。就这件，我给你穿上，一定好看。给我也拿一件试试啊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最后一件了，而且还太便宜了。我又拿了件新的给你。你赚钱的时候虽然很狼狈，但你给孩子买礼物的样子很美。我是泡芙，是一个会读心的导购。哎，老婆老婆，来，都适合你，生日礼物送给你。我觉得这件挺不错的。这个应该很贵吧？不好不好不好，这个特别适合你，我觉得。你再仔细看看。看什么？没想到他变得这么火热。我干嘛打话？你们之前来过这里，还记得吗？原来他真的不记得了。喜欢吗？我给你买。我不喜欢。以后我赚了钱，一定要给你买这个裙子，好吗？只要他对我好就够了。我跟你在一起四年了，从来没有跟你要过任何一样东西。现在我也需要。女生可以陪你一起过苦日子，但不要觉得他们只配过苦日子。我是泡芙，我有一种超能力，能听见别人嘴上没说但心里想说的话。你好，麻烦你帮我儿媳妇选套衣服呗。好的。媳妇穿成这样回老家，我一定会被亲戚们笑话的。妈妈，我不缺衣服穿，就当是我给你的见面礼吧。你看这套怎么样？我觉得我身上这件就挺好的。婆婆选的好丑啊，熬裹的这么严实，会热死的。这一身衣服怎么样？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妈妈，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，你送了我一套衣服，我也该送你一件。你看这一件就挺适合你的。看样子又到我出马的时候了。我是泡芙，我有一种超能力，能听见别人嘴上没说但心里想说的话。你好，需要帮忙吗？我给我女儿买套衣服，这里的衣服好像都不太适合。怎么会呢？我们的衣服都适合年轻女性啊。那是在什么场合穿呢？随便穿穿。我这个年纪要去相亲，说出来肯定会被人笑话。阿姨，我觉得这身衣摆挺适合你的，你可以试一下。这丫头怎么会知道是我穿呢？如果你的身材和女儿差不多，你可以再给她试一下。世界唯独看夕阳无限好，何惧见黄昏。爱情无关年纪，任何人的美丽也不应该被时间掩藏。